超帅气势搭配性感舞斗，韩国人气女团 aespa 带来神曲 drama， 八月来台一开口就嗨翻全场。在林口体育馆连唱三天，狂吸2.7万名粉丝，还听不够过瘾没关系，因为女神又要来了。用最快速度在今年3度登台 ，aespa 确定10月再度降落桃园巨蛋开唱，同台飙唱的大咖还有他们。兄妹党阿缪乐童音乐家暌违8年来台，神曲歌单拉高粉丝期待值。新生代泰坦级怪物女团 MX 5月在台北举办了首场专场，延续超旺人气，准备带着最新作品唱给台湾粉丝听。韩流三巨头为演先轰动，10月19号在桃园巨蛋的 K Wonder Concert 演唱会已经引爆话题。정체가뭡니까？정체뭐하잖아！기다릴게요。말해줄수있을때까지在爆红韩剧《他的日与夜》，因为反差萌魅力，人气再度看涨的大势演员崔正赫也宣布，10月26号将在台大体育馆举办见面会，还会开金口献唱。韩流旋风持续在台狂烧。日新闻综合报道。